老板。哎。老板你好。哎。你要回家了是吗？哎，对什么？我是后面，是后面，这是我的身份证。嗯。我想请你帮助我1000块，因为我下班就找你，身份证给你，然后给我钱还你，一定要帮我。你是要？因为我小孩生病。嗯，是我身上没有这么多耶，因为今天我刚好把钱都拿去取呢。我跟你讲，这样子，阿姨，你这边有500块，我给你500块，好不好？那这也是。哦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明天晚上我就来。没关系，你如果记得的话，你就来。我觉得大家都不容易，好不好？讲这句话，我好想。我觉得大家都不容易，我觉得我能帮助的我就帮助你。我真的好想过，真的，我记得我欠人家20块，我没关系，结果我做大罐的没事，好不好？